是为了要振兴棒球，那么国民党立委就建议行政院跟立法院可以组队来打友谊赛。会期休会之后，行政院也可以主持一个业余球队，立法院也主持一个业余的棒球队，立法院跟行政院来一场友谊赛。因为我听说王院长的生他球也很厉害，刘院长您的魔术棒也很厉害，您两个人带队，立法院跟行政院来一场友谊赛，在会期之后来重燃棒球的热情，院长您同意吗？我们来研究一下，我来跟王院长研究一下。王院长在笑了，所以王院长已经同意了，所以不用研究了，王院长现在已经笑了点头了。那么在会期结束之后，我们包括那个戴主委，您是体育出身的，行政院里面战将如云，立法院我们这里要好好的集训，所以王院长的生卡球非常厉害，我希望借着这样子带动整个棒球的热情。刚才那个是这个建议，我想非常的好，我们来加以这个考量啊。